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卡特900的如何加进的2.2试验的。首先，这是那卡特的那个3.0它的油，这是进油，然后进了油之后，吸完油来之后，经过它要到这阀子里面，通过这阀子调整，然后出来到这个硅管，硅管的 DI 阀的调整来控制它的压力。这油路，然后线路，这个呢就是那个阀子接到这个二针就是控制这个阀子的。这个是凸轮信号，是一个两针的。这个两针的凸轮信号是接到这个航空插头的5针，五针就是这个接凸轮信号的，是那五针这个凸轮信号就是接它的，这个就是过来的。图灵信号接这个表上的5针的航空插头，然后呢，这是压力传感器，压力传感器接这个表上的是一个4针，四针是压力传感器，也就是说2针是阀子，然后呢，这个3针呢是 DI 阀，这个4针呢是压力传感器，5针就是图灵信号。这是接线。